般贴纸贴在透明物体上，因透明物体有穿透感，会看到贴纸背面。贴纸通常印制只有单面彩色，背面是白色，所以使用一般贴纸贴在透明物体上看起来质感较差。使用 UV 直喷印制可使用彩白彩的印制模式印制双面贴纸，这样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贴纸都是彩色的，质感大大提升。接下来我们展示水晶标双面贴纸的贴法。首先先将离形墨及印制好的双面贴纸撕下，然后将离形墨贴在物品上。贴合时小心地把空气挤出，确认贴纸紧贴于物品上。确认紧贴后，将离形墨撕除。大功告成啦，让我们来看看效果如何。